光汉子的身材是有赢过柏宏的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，他比较厉害，他比较厉害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两个互相比较一下。然后他的肌比较，的胸肌比较大。对。来左边左边，来你们这边这边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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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左边，要左边，要左边，要左边。左边左边角色是算有点臭直男吗？对，就是他就是一个钢铁臭直男这样，然后有点恐同、嗯，对啊，然后就遇到毛毛之后，接下来就是电影院发生的事了，对对对。跟你本人形象就比较不符合，甜蜜的吗？就在演这个角色是吗？但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比较困难的应该是身材的部分、啊、因为我觉得我之前，我会觉得这个角色他的那个汗臭味要出来了，所以就尽量让自己想办法努力达到，就是那个角色的感觉这样子。所以伯翁在旁边看，我觉得那个光汉很 man 吗？有啊，很爆啊，对啊，他就很自在，就没穿什么衣服，在现场走来走去也不会害羞，都非常低的。在拍的时候是有恋爱的，恋爱的感觉吗？但就是要大家自己进戏院感受这个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暖哎，因为有时候他有一些行为，我真的会被他感动到。对，所以你里面是要一直挑逗光汉吗？挑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是他挑逗我？我们会有互相啊，互相。我只能说就是，对，互相帮彼此。对对对对，没有想到这有生之年能够从这些角度看到许光汉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委屈你了。对，就是看到。相信大家在电影面会看到他完全不一样的角度，看到我最赤裸的一面。对对对对。伯翁，你可以分享你的视线看到那个光汉的身材如何吗？就是，你知道，海景第一排。海景对对对。大概有几块的部分？几块哦，就是，我觉得几块不是重点啦，就是重点就是很厉害。所以光汉你的身材是有赢过柏宏的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，他比较厉害，他比较厉害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两个互相比较一下。然后他的肌比较，的胸肌比较大。对。哇，你讲太 detail 了。胸肌比较大。对对对。那你的什么肌？哦啊，好。好。对。我觉得我们花蛮多时间培养默契，因为在拍前上了很久的表演课，然后也非常完整、细致的排练。所以在喜剧节奏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应该都是蛮大的挑战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电影的喜剧可能跟我们以往的经历不太一样，就是毕竟是人跟鬼的那种。对啊，喜剧的拍子其实是蛮难的，所以我们就努力互相 cover 这样。